丁力无比，具德大安之宗根本上师法王如意宝净美盆错。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前义浩瀚三根本。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内度化一切如母有情，得到遍知佛国，请大家发起殊胜菩提心。在菩提心的摄持之下，今天我们接着学习文殊礼赞。文殊礼赞呢，我们现在呢在讲如何祈祷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位圣宗，所以呢我们能够呢就说是呢一合掌啊，一礼拜，一称念，一祈祷，一供养，那么得到呢不可思议的这个利益啊，得到不可思议的利益。那么当然在这里呢，祈祷文中主要是祈祷消除我们的愚痴，因为呢我们学过了四谛教法，学过了十二因缘的教法，学过中观的教法，学过如来藏的教法，学过真常佛性的教法，那么也学过呢啊禅宗大手印大圆满等这些教法。那么我们知道呢，虽然呢这个染污的法语无量无边，但是呢它共同的源头呢都一致认为是无明，无明愚痴黑暗。而文殊师利菩萨是主智的，他是三世诸佛智慧总集的，因此呢这里作者呢主要祈祷文殊师利菩萨消除我们心中的愚痴黑暗，让我们现见呢诸法的真实意，愚痴消掉了，无明除掉了，烦恼业痛苦呢就自然冰消瓦解，冰消瓦解啊。其实呢根本的东西都能遣除啊，实相都能够见到，其他的知末的功德呢更不用说的。所以呢祈祷文殊师利菩萨啊，可以呢成就圆满的功德，具有呢无上的大义，因此呢我们要用信心和恭敬呢来祈祷。那么今天呢我接着呢引用的教理，为大家呢宣说祈祷文殊菩萨的殊胜利益啊，殊胜的利益。在大宝集经第六十卷文殊师利受记会中，这一会中说文殊师利成佛的时候名为呢普见如来。为什么叫做普见如来呢？因为呢这一宗如来，这位如来在十方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刹中啊，普皆令见。那就说文殊师利菩萨成佛的时候，虽然在自己的世界中成佛，但是在十方世界无量百千那一那由他诸佛佛刹中诸佛世界中呢，众生都能够见到文殊师利菩萨所成的佛，叫普见如来，所以称为普见如来了，极为不可思议。那么阿弥陀佛成佛呢，叫无量光佛，光明照十方国，无所障碍。但我们现在还见不到阿弥陀佛。但当文殊师利菩萨刚来成佛的时候呢，十方无量百千那由他诸佛刹土，所有众生都能够见到普见如来。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现在虽然没有成佛，但是无论是现在还是呢我灭度之后，有人能够听到文殊师利菩萨的名称啊，是必定当得成佛啊。大家呢要听到，不用说是称念普见如来的这个名号，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名号，如果有人听到了，是必定当来呢成佛。除了两种呢，第一种呢是已入离身之位的，第二种是狭劣性的啊，离身之位就是真小成果的，还有呢狭劣性呢，心很狭小很低劣，发不起大心的，
那我们现在呢，都是呢，大家发了四弘誓愿，发了菩提心的人，又听闻到文殊师利菩萨名号的，那么当然呢是必定成佛。那么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成了佛，普见如来的刹土，叫做随愿集资清净圆满。到这个刹土呢，就是说随你的心愿。能够呢积极清净圆满，积极清净圆满，乃至呢经中说，如果有听闻到文殊师利菩萨的名号，此人呢称为呢面见诸佛。大家把这些书生的教证记住啊，听到文殊师利菩萨的名号呢，这个人呢叫做呢面见诸佛。面见诸佛呢，一个人呢受持百千亿诸佛名号，如果有人呢称文殊师利菩萨的名字，后者的福报呢比前者的福报还多。前者称念的是正等正觉的佛陀的圣号，而且称念的是百千亿诸佛的圣号，我们想这个功德呢是非常巨大的啊。后者称念的是一位菩萨的名字，一位菩萨的名字，从数量上前者多，从果位上前者胜，但是呢后者福报却多。经中说何况称念的普见佛的名号呢？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称念文殊师利菩萨名号有如此巨大功德呢？因为百千那由他诸佛利益众生比不上文殊师利菩萨在一时中啊，一时中啊，这个教证呢，一个地方呢说一劫中啊，这个地方呢说一时中所作饶益。那就说百千那由他诸佛利益众生呢，比不上文殊师利菩萨啊，在短暂的一个时间中利益众生的事业更大，所以呢他的功德巨大。因此呢我们要啊这个带着信心呢来祈祷。那我们这个文殊利在呢，其实呢你看呢，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开始就有称念文殊菩萨圣号，乃至最后呢说除我心暗静离妙吉祥，有称念文殊师利菩萨的名号。那么这些功德呢我们呢都得到，尤其刚才讲的称念文殊菩萨的名号呢叫做面见诸佛，所以呢我们要想面见诸佛，称念文殊菩萨的名号等于呢面见诸佛。那么在这个文殊刹土庄严经中就讲到，文殊师利成佛的时候，国土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国土呢相比呢啊，哪相比之下呢何优何劣呢？在大宝积经中呢说，用比喻来讲，说譬如呢有一个人把一根毛呢啊一根毛给他呢剖析为一百份，以其中呢这个百分之一，其中呢百分之一的这一根细小的这个毛端，到大海中呢蘸一滴水。那么这个量呢，比喻呢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剩下的没有沾走的大海水呢，比喻呢普见如来的佛刹庄严。而且还比这更庄严啊，比这更庄严的。所以说普见如来的佛刹呢是极为不可思议啊，极为不可思议。在文殊般涅盘经中说，其有得闻文殊师利名者，见形象者，百千劫中不堕恶道。若有读诵文殊师利明者，设有重障不堕阿鼻极恶门火，长生他方清净国土，执佛闻法，得无生八忍。
在文殊师利啊《般涅盘经》中就说到，如果听闻到文殊师利菩萨的名号，见到文殊菩萨的形象的，在百千劫中是不堕恶道。如果有读诵文殊师利菩萨的名字，即使你有什么重障啊，杀生的重障、偷盗的、邪淫的、妄语的、崩溃塔寺、盗用僧物等等这些重障，也不会呢堕入呢阿鼻啊地狱中的极为啊这个可怕的猛火之中，并且经常呢身在他方清净国土啊，直与诸佛如来听闻正法，正得无生法忍。在《宝切经》中就讲到，如果有失三千大千世界啊，其中所有一切众生给诸乐具百千亿岁，不如施文殊师利一爪端举所生福德圣贤福德。这里呢就讲供养文殊师利菩萨的福德啊。不过呢我今天呢在这个过堂的时候呢就想啊，我们每天这个过堂仪轨呢啊，供养仪轨呢有这个供养文殊师利菩萨啊，供养文殊，加上呢这边呢也供奉着文殊师利菩萨啊，这也是文殊师利菩萨、白文殊师利菩萨、黄文殊师利菩萨。那么这样呢我们呢下课了呢去礼拜礼拜供养供养啊。那这样一想呢，我们修这个上师供呢，修这个供养白文殊等这些呢，那是不可思议的利益啊。那么这里呢就讲做了一个较量对比，一个人呢就布施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一切众生，给予他们呢这个乐具，就是能够带来快乐的这些呢生活用品、生活资具。那么供养的时间呢是百千亿岁，大家呢要记住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这个供养的这个对象呢非常之多。供养的这个供品是什么呢？啊，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的所有的这个生活用品，供养的时间呢是百千亿岁。那么我们学过因果，就知道这个福报非常之大，但是却比不上布施文殊师利菩萨一爪端许。就是这个手上呢啊，就说是呢啊，差不多就我们每天这个布施的时候7厘米啊，一爪端许所生的福德比前面的福报还大啊。所以呢要想获得大福报呢，应当呢要供养文殊师利菩萨。那么有人就问，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久远劫已经成佛，为什么现在还要做菩萨呢？那么回答说，在无垢称经，也就是说维摩诘经中说，虽得佛道转于法轮啊，不舍于菩萨之道，是菩萨行。也就是说虽然呢已经呢成就无上佛道，能够呢转大法轮，但是又不舍菩萨之道，这是菩萨行。那么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等这些视线呢，其实是行持的是菩萨行。那么我们再对应呢，我们学辩中辩论的时候讲这个无上乘，那个时候引用大乘庄严经论和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等，说到了大乘是什么呢？就是再再视线大菩提，再再视线大涅槃。那就说你比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比如说在《梵王经》中讲，释迦牟尼佛来娑婆世界成佛8000法，那么在《法华经》如来受量品以及呢《华严经》如来受量品中呢，释迦牟尼佛成佛呢成点劫前就成佛了，所以呢这一生成佛呢是示现成佛。这也是呢示现成佛是什么？先住在兜率天，以实地菩萨的身份，实力菩萨身，然后下生到人间堕胎，
啊，等等等等，乃至六年苦行了，示现的是菩萨的身份，修行哦，在腊月初八呢，又成等正觉。所以呢，成就佛道呢，啊，再行菩萨道，这是菩萨的行，啊，这是菩萨的行。在《华严经》中，啊，弥勒菩萨呢，为善财童子呢推荐善知识，其中呢就推荐了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告诉善财童子说，文殊师利所有大愿呢，并非其余无量百千那由他菩萨之所能有。那么这里说到呢，文殊师利菩萨呢，他所发的弘誓大愿啊，并不是无量百千那由他菩萨所能拥有的，也就是说无量百千那由他菩萨都发了许许多多的啊，上求佛果下化众生的弘誓大愿，但是呢，文殊师利菩萨一尊菩萨的誓愿呢，就超过了无量百千那由他菩萨的所有的大愿。又说善男子文殊师利童子，他的菩萨行极为广大，他的愿呢是无有边际的，他的愿无有边，他能够出生一切菩萨功德，而且永无休息，就是永远不会呢停止，永远不会停止。这就是我们普贤大愿中所说，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文殊师利菩萨呢，啊，他常常作为无量百千那由他诸佛之母，诸佛之母，他常常作为无量百千那由他菩萨之师，他常常教化成就了一切众生，他的名称呢，啊，传扬在十方世界。在一切诸佛的会众中，啊，成为了说法的大法师，得到一切如来的称扬赞叹，助于甚深的智慧，能够如实见一切诸法，通达一切解脱境界，究竟普贤所行之行，等等。然后呢，就再再的鼓励善财童子要好好的依止文殊师利菩萨，并且在依止的时候呢，不要生疲厌。就我们呢，这个人的人情呢，就是什么呢？喜新厌旧，喜新厌旧。那么这个世间呢，就说夫妻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出世间的同参、道友、师兄弟呢，处得久了呢，就会有什么呢？世间说的审美疲劳了。就看呢，再不美了，不但不美了，变得丑陋了，变得不顺眼了，看着呢不舒服了，看着不舒服了，那么就想呢离开。同样的，依止善知识呢，凡夫人的这种通病，在依止善知识的时候也会呢犯病，依止的时间久了呢，就厌烦了，满足了，然后呢就不愿意再医治了，疲厌了，啊，是这样。那么弥勒菩萨呢就告诉他要身心的医治，就像呢无故光尊者在念恩祈祷文中说，虽然我医治了上师很多年，但是呢感觉呢就像呢啊这个弹指间呢就过去了，弹指间呢就过去了，啊，是这样。啊，所以我那天也讲了，当一个弟子对于这个上师呢生疲厌的时候，上师呢用种种善巧方便呢，又没办法再调动你对上师的激情，啊，那么要什么？这个时候呢，师徒的关系呢会出现呢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弟子选择离开上师，啊，就是要下山了。啊，自己呢去弘法啊，或者自己呢去修行了。另外一个呢，
上师离开弟子，生死没自在的呢，那就有些这个徒弟把师父赶跑了啊，把师父的庙抢了，把师父呢赶走了啊，师父呢另谋生路去了。生死自在的上师呢，那就是呢回到法界之中去了，入过涅槃啊，就会有啊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大家呢作为我们身为弟子的人，什么时候你待在上师身边呢，就是不愿意再待了，怎么呢都不愿意再待了。就像弥勒之巴尊者的传记中呢，你看呢，惹群巴尊者几次离开弥勒之巴尊者呢，虽然呢都有一个很庄严的借口理由，但是呢都是不想待了，不想待了。尤其最后一次呢，他是呢一定呢这个不想待了，那么后来呢就说是弥勒之巴尊者勉强答应他，勉强答应他，但是呢其实给他暗示呢，以后呢这是今生的最后一次呢这个见面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在大宝积经中呢又说到，文殊师利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说，师尊，我以无碍天眼所见，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中的一切如来，如果不是我劝请发决定菩提心，我教授教戒他，我引导他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我让他得到无上菩提者，对于无上菩提始终我不应当证得。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我以无碍天眼见到十方无量无边佛刹中的已经成佛的如来，这些如来不是我文殊师利菩萨让他发菩提心，我教授教戒让他呢修布施修持戒乃至修般若，乃至呢我的恩德教授他呢让他成就无上菩提呢，我誓不成佛，我誓不成佛啊！只有这个愿满了呢，我才成就无上菩提。所以呢文殊师利大愿啊，以前我们在学全知的教法，还有呢这个法王如意宝的教法呢，经常他们老人家呢在教研最后呢就说，如同文殊师利啊发的云门大愿呢，我也是乃至虚空的啊未尽之间呢啊追随文殊师利菩萨发愿。那个时候呢仅仅就不知道文殊菩萨到底发了什么大愿，很笼统。那么这一次的学习呢，就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了文殊菩萨的无上大愿啊，无上大愿。那么接下来呢，还是为大家呢讲几个啊跟文殊师利菩萨祈祷文殊师利菩萨得到加持的故事公案。在尊大师的传记中呢，就讲到喇嘛啊乌玛巴，喇嘛乌玛巴得到了文殊师利菩萨的加倍。那么这个喇嘛乌玛巴呢，他见到尊大师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请求，他说呢，我在童年的时候呢，文殊师利菩萨经常呢对我现身给我说法，我就担心呢这是幻象或者是魔障，那么我就曾经呢用许多方法呢去考试他，考察他啊，但是一直到现在我还不敢确定他到底是真的文殊菩萨吗，还是假的文殊菩萨。说他对宗大师祈请说，大师您呢是深入佛法的心脏，洞彻幽微，因此呢祈请大师慈悲呢为我示意啊，没有质疑。那么说其实呢，这是我今天来到您面前求灌顶的真正的目的啊，不是为了求灌顶啊，求灌顶的是想让你给我呢抉择一下，我经常见的这个文殊菩萨是真的还是假的。古人呢很稳重，从小一直见文殊菩萨还不相信文殊菩萨，不过文殊菩萨也很有耐心啊，给我们早就离他而去了。
那么于是呢，宗大师就以中观的甚深法义，一一加以详细妥善的拷问文殊菩萨。显现上宗大师是见不到的啊，就给五巴喇嘛说，他呢在给这个文殊菩萨赞叹，然后呢就让这个文殊菩萨来回答。回答呢正确呢，宗大师认为呢，哦，这不错，就觉得呢喇嘛乌巴呢乌玛巴呢所现的境界是真实的。于是呢就给他印证说，关于镜像的真假，今后呢你不需要再疑惑了，但千万也不可因此而沾沾自喜，忘失密意。意思呢，文殊菩萨是真实的文殊菩萨，但是呢你不能呢骄傲啊，相反的，你需要更加殷勤的精进的祈祷。至于本宗的真实身语呢，并不是观行者眼耳等根识所能见的，真实的身语是意识之境，必须观行者深入三摩地才能见到。说呢，目前呢我也正着急呢请求文殊菩萨修法的教授，因此呢我必须呢前往呢达仓与杰宗仁达瓦会合，向他求法。那么于是呢宗大师告别了喇嘛乌玛巴，率领众弟子呢前往了达仓。这个喇嘛乌玛巴呢在童年的时候呢，在身体靠近心笼的这个附近呢，自然呢会发出呢文殊五字名的声音，就是我们念的文殊心咒呢，把这个种子字的字去掉，把温字去掉，阿拉巴扎，阿拉巴扎那，阿拉巴扎那，这个在唐密的这个经典里面呢也有啊。那么这个翻译的音标的字不一样，念起来音是一样的。阿拉巴扎那啊，这个五字名的声音清晰悦耳。那么有一次呢，因为发出的咒声呢像这个雷鸣一般，然后呢就把它震倒在地，震昏过去了。醒来之后呢，就是赫然发现呢面前呢庄严的黑文殊菩萨站在自己的面前。所以对于我们佛弟子来讲呢，真的需要供养这些这个供像。供像你见得多了呢以后，哎，慢慢在梦中呢你就会做梦梦到这些这个佛像的啊。随后呢他就请求上师传授文殊菩萨的灌顶，休息了不久之后呢，文殊菩萨经常呢现身为他说法，但是呢他不敢草率的确定呢这就是真实的文殊菩萨。那么经常呢就文殊菩萨一现前呢，他就提起正念，哦，如梦如幻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如水月一般的哦，你是假的啊，无耳现的。等到呢他年龄呢稍微大一点呢，他就前往卫藏，就是拉萨一带呢桑普寺呢求学。由于呢他有高人的智慧，高人的智慧，那当然呢文殊菩萨给他呢老现身，那么一定给他开了大智慧，他就有这个超人的智慧，所以呢最初学现观庄严论呢就获得了智者的美名。在五个大论中最难学的是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学了呢，所有的600卷的大般若呢就一次性学完了，一次性学完了，当然是学好了没学好等于没学。后来呢他打算呢游历各个道场，以现观庄严论呢立宗大变，这就是相当过去汉地的叫做主，金刚做主啊，金刚经方面的专家。有什么问题呢？关于金刚经呢你们就随便问啊，这金刚做主、维摩做主等等啊，过去有这样。那么藏地也是一样的，他是现观庄严论的论主。关于现观庄严论呢要立宗啊，确实应当学法呢就要这种学，就到那些大道场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智者中呢，然后呢坐在这个立宗，我现在呢要立这个现观庄严论的宗啊，现观庄严论的宗，然后呢你们呢就向我呢来这个发难，问经得过那么多智者的考验，才能把法学扎实学懂。
那么以这个现观庄严论呢来这个立宗，这个时候呢，本宗文殊师利菩萨现身告诉他说，你应该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资具供养福田僧。然后呢，那么乌玛巴就问文殊菩萨说，如果我把所有的这个东西全部供养出去，以后求学的学费怎么办呢？我们汉帝呢就这个祖师开了从灵昌的道场之后呢，我们衣食无忧，出家人呢求学，只要你能够到一个寺庙挂单呢，常住呢就养了你了。像在藏地求法，多数绝大多数寺庙呢，全部的资具求法的叫资粮，自己备，自己备。有些寺庙可能能够提供住处，像我们在佛学院呢，房子是自己修，道场给你提供就是地皮，现在呢听说地皮也没办法提供了，没地了。那么这个本尊呢说，这个你不必担心，自然呢有宝藏可取，这个你不用担心，你就把你所有的拥有的全部通通的供养，这叫三轮清净的供养。法王如意宝在移植托嘎如意宝的时候，好像传记中说做过七次，本来法王就不富裕，但是呢除了佛像再等呢通通供养上师，那种供养呢是把心中的这个牵连呢是彻底断掉的。否则的话，我们今天想一想啊，我们讲了，大家一听这个供养很殊胜我们能不能来呢？当你回去收拾的时候，你就发觉了，这个不能给吧，这个我得留下吧，这样都供养了，这个咋办呢？这个就暴露了我们内心的障碍，牵连了，魔鬼就出来了。那么他呢就听从了，听说有宝藏可拿，心里呢很欢喜，就依照本尊的指示，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全部供养给其他出家人。然后呢，供养完了就找本尊说，现在我已经将所有的财产供养出去了，那么但愿本尊慈悲，将前面呢承诺给我的宝藏呢，现在呢及时的赐给我。本尊回答说，布施的功德就是宝藏，我说有宝藏可拿的目的呢，是劝你舍离世俗的财物，断除名利之贪，专心修行善行。其实呢，本宗是不希望他去立宗成为一个大智者，考格西啊或者拉隆巴格西啊等等这些，而是呢让他呢所有的布施专心呢去修行。他呢就听从了本宗的解释，舍弃了世间的事业，一个人只身前往工部，从这个乌金巴大师面前呢学噶玛噶举的秘法，和噶举派的大神印的。学法完成之后呢，他选择一块清净的地方，一心修持。这个时候呢，本尊所示现的身形语言比以前呢更清楚、更坚固、更清楚、更坚固。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当你拥有了，当你成就了世间法的时候呢，佛法、功德或者佛菩萨就会离你越来越远，或者呢越来呢越模糊了。在这里呢，顺便再给大家讲一个公案，就是以前呢三大寺有一个格西，这个格西呢一直对文殊菩萨信心很大，那么祈祷，那么在一段时间呢，他就见到文殊菩萨就跟人见人见面一样的交谈见面。但是后来呢，因为他呢得到本宗的这个摄受之后呢，智慧辩才福德呢都增生，人一有功德呢就会感召来了这个别人的恭敬供养，所以呢一段时间呢他的供养很大，慢慢的这个本宗呢就不来了，见也见不到了。他就问其他的这个大德说，这是什么原因呢？说呢，我看呢，你现在是呢，这个力量太宽厚了。
说呢，你不如呢把你的这些东西都供养掉看一看。结果呢，他供做了完全的清净的供养，供养完了之后呢，本尊现前的。所以呢，当我们的手抓住世间法的时候呢，佛法呢就离我们而去了。当你放下世间法的时候，虽然呢放下世间法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顾虑啊，怎么生活呢？怎么生存呢？这些我就不说了吧。我这修行人名利，但我的求学呢，求法呢，灌顶怎么能求到？听说灌顶必须要供养呢，那我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这个时候考验我们自己的心。后来呢，他又到桑岩寺，从这个错伽玛大师学习了声闻金刚的六种加行，这个时候本尊的幻化呢就更加明了。他为了确定幻象的真假，特别请示吉祥山同胜喇嘛呢为他鉴定。这个同胜喇嘛呢就以道果教授中的密传法义加以拷问，啊，又一个给文殊菩萨做考试的。因为文殊师利菩萨是辨知。辨知，所以呢应当是所有的都要懂。那么前面宗大师是拿中观来给考试，这里呢是用道果萨迦派的道果呢来给考试。本宗呢回答了每个问题，就一如呢经序中所说的一模一样，完全吻合。因此呢同胜喇嘛呢告诉乌玛巴呢说，依他的回答来看呢是真正的本宗，不会有什么问题。有一次呢，这个喇嘛呢乌玛巴呢想到后藏参学，当时呢后藏有两位大善知识最有名，到底依止哪一位呢无法做取舍。他呢就这件事情呢请问本尊，本尊回答说，你尽管去，到了这个笨错蹲的时候，请问一位出家人就可以了，请问一位出家人就可以了。那么喇嘛呢乌玛巴呢就到了笨错东这个地方，果然就碰到了一位出家人。一问他之后呢，这位出家人告诉他说，杰宗巴热瓦所证的功德呢异常殊胜，如果你依止他必定获得利益。那么这个杰宗巴热瓦呢是位出离心非常强的人，那么他依止这位上师的缘故呢，也升起强烈的出离心，对于现世的贪着呢越来越淡薄，啊，真的这个修行道路呢是很不容易走的，很不好走。什么时候呢我们的出离心越来越强，什么时候呢我们的对三宝的信心越来越强。否则有的时候真的这个修行呢需要从很多个方面来考验是否自己在进步，否则的话一段时间呢你这个持咒啊观想啊念仪轨呀啊礼拜呀等等这些做得很好，这个时候你感觉你信心增长了，甚至呢你修这个七重因果慈悲心增长了，但慈悲心增长了信心增长，你就想呢利益众生，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有可能我们就掺杂了世间法，不知不觉呢其实你已经呢你无法察觉的你已经开始呢喜欢世间法的这些呢已经萌生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打上了菩提心和利益众生的幌子和旗号，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人很难辨别。此时呢应当看一看自己的出离心，做完这些事情我是不是真正的想求解脱的，我是不是对轮回呢有深刻的厌离，没有的话呢需要呢加强处理心。所以啊，我在这个很多年前呢讲这个，在曾经在一个山庄里面，那就说山庄好像很豪华，一个山村里面吧，啊，当时呢给一位这个道友呢，就我们两个在那边呢闭关，我每天呢给他讲课，讲白法的时候讲这些心所呢，我就自然想起寂莲菩萨说三有多显道。以前呢学这个偈颂，就感觉呢外面的这些呢让我们破戒的勾引我们的，以及呢啊我们修行的时候制造麻烦的，这些呢叫做显道。但是呢那个时候理解呢显道在自己的心中，就是自己的这些恶心
根本烦恼随烦恼，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这些烦恼的心让你防不胜防啊。所以呢，这个啊，古人呢说，世上无如人欲仙，几人到此无平生啊。人心最可怕的，人心最可怕。所以我们经常说了啊，我接触这个人不行，那个人呢恶得很，这个人阴险得很，这个人毒辣得很，这个人狡猾得很等等。但是呢，从来呢没有关注一下自心中的这些这个啊这些呢这个恶的心所，他们是最可怕的。好像呢这个王阳明啊也曾经说过，说除这个山中，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确实啊是这样。所以呢学这些大德的这个传记的时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这个喇嘛呢乌玛巴呢，又由于本宗的教导呢，前往萨迦寺一直集中人达版跟曾大师呢是共同的一个上师。那么修学中观以及呢戒律，回来的路途中呢路经这个戎地的瘸龙时，得知呢曾大师也在附近，因此呢立刻前往呢请教。看古人呢多谦虚呢，他都见到文殊菩萨，而且呢跟人跟人说话一样的，他还呢去拜这么多上师，还去呢见曾大师。曾大师那个时候显现上还看不到文殊菩萨，但是呢他呢却放下自己的架子呢去医治啊，去医治。那么就医治宗大师，在宗大师面前呢听受了入中论月称事一遍，就是我们的入中论自师啊，入中论自师啊。所以这个论很殊胜啊，你们在座的很多人呢去年呢我们一块呢学了一遍。本宗文殊师利菩萨每天早晨必定呢叫传给喇嘛乌玛巴一个偈颂，从来呢没有见到。你看这个菩萨多慈悲呢，每天早晨呢要传一个偈颂。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好好修这些佛菩萨，今生修了即使没有成就，缔结一个很深的因缘，以后呢这个菩萨呢就老跟着你啊，你不用刻意的就去找，你怎么怀疑他质疑他啊，不仅仅自己质疑，还这个找一些很有影响的人，然后呢还去考察他啊，给我们一般人真的很伤心的啊。他还是呢不离不弃的跟着你。本宗呢又告诉他说，身心烦恼中呢哪一种最粗莽，就要先对治哪一种，并一再的教导他修出离心、菩提心、正知见的方法。总之呢喇嘛呢乌玛巴呢始终以本宗为最主要的善知识，一切的行为呢依照本宗的教导。由于呢他外有本宗的指导，内有具有呢信心、勇猛精进，所以他证悟的功德呢广大无边，难以呢一一呢描述。这个他教文殊菩萨传给他的这些教授呢，他基本呢全部呢传给供养给宗大师，宗大师呢接继承了，以宗大师的名义呢传播于世。所以宗大师的著作中呢有些教言呢是文殊菩萨传给喇嘛乌玛巴，然后呢乌玛巴呢传给了宗大师啊，宗大师然后呢就这个宗大师呢就，然后呢喇嘛乌玛巴圆寂火化的时候，火焰、烟和云呢自然形成了宝剑青莲花的形状，火化后的舍利晶莹剔透，好像红红色的水晶一般。文殊菩萨的这个身体颜色呢红黄色。更不可思议的是，有许多舍利呢自然连成一个六福轮啊，美好庄严。那么接下来呢就讲这个宗大师祈祷文殊师利菩萨升起中观正见，成就自利以及呢广大弘法利生的事业。那么宗大师呢与这个喇嘛乌玛巴相遇之后呢，经常呢请他呢代为传话，给文殊菩萨传话，向文殊菩萨请问了许多甚深的法义。
这也是祈祷呢啊。有一天呢，这个大师呢就想，众生呢都是因为无明而执着呢名利、财富、声色等一切事物，所以导致了无穷的痛苦和烦恼。同时更因为长期处在生死苦海中不停的流转，众生要想脱离轮回苦海啊，只有以无我空慧才灭除无明呢，才是唯一的一个办法。所以说修学佛法的人，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无我空慧，就如同没有获得道的命根一样的。无论如何精勤修持是绝对不会有成就的。而在各大论师中，能够如实通达无我空慧的人，莫过于佛世宗呢在许多经典中受记的圣者龙树菩萨。所以呢，我们要想升起中观正见呢，就是呢佛受记的龙树菩萨的论点。那么龙树菩萨撰著的很多中观论能解释呢甚深的释迦牟尼佛教法的这个心要，远离了一切有无二边，应当呢学习呢龙树菩萨的论点，依靠这些论点呢求得无我空慧的见解。然而呢想正确了解呢龙树菩萨的论呢是相当的困难，如果错解了无我空性，落在错误的断见中呢，过患呢比常见呢还可怕。大师想到这里呢，为了追求正确的正见，于是呢请这个喇嘛乌玛巴呢代为传达，向龙树菩萨请问了修正见最关键的法要。菩萨呢回答说，修学佛法不可以对幻有和真空两种法义持有轻重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既不能偏重幻有，也不能偏重真空。如果是一个初学者呢，应该特别重视幻有，因为如果误解空义呢，会成为断灭见，那么就会波无因果，毁谤世俗地。这种毁谤佛法的过失呢，比常有的执着呢过失还大。如果世俗地被破坏了，圣义地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幻有和真空呢必须呢互相呢依从，破坏其中一种呢必定会破坏另外一者。所以呢说二谛都是缘起法，这就是中观见所特具的殊胜义。那么后来呢宗大师呢移住在噶玛顿寺的时候呢，又一再的请问文殊菩萨有关中观见之甚深缘起法。文殊菩萨因此呢就被宗大师略讲了中观这个月乘派和中观呢轻便派之间见解的主要差别，也就是说中观应乘派和自续派之间见解的差别等等。那么菩萨呢又为他略说了这个波罗蜜多乘与金刚乘之间的共道和不共道的差别，金刚乘的无上部之圆满次第中五次第的体性次序数目决定的，这些呢极为深深的法义。大师听了之后呢又请问菩萨说，这些道理呢我现在还不是太明白，请菩萨慈悲呢能再详细为我指导。菩萨呢就嘱咐宗大师说，这些深深的道理呢的确不容易明白，你现在暂时呢把它记下来，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听课的时候呢你也知道这个很重要，也想把它搞懂，但是呢你现在呢没能力搞懂，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在殷勤祈祷上持本宗加持，修本宗法，积极资粮，净除罪障，详细阅读经论。这些是文殊菩萨对尊大师学法修行的殊胜之事。尊大师后来把这些教言呢就贯穿到道次第的时空。我们在听课的时候有些甚深的道理呢你也知道很重要，你也想搞明白，但是你搞不明白，必须要记下来之后呢不能放在一边，需要呢这个殷勤的恳切的祈祷上师本宗的加持，修本宗法，积累资粮，净除罪障，并且详细呢阅读。这个时候呢还不要呢放弃文思，最重要的是不要间断，不要懈怠，以我所说的要点做增上缘，这样呢不必经过
很长的时间就能通达甚深奥义的。大师又说，在如今西藏中能够教授龙树菩萨中观正见的和吉密等甚深法义的人，哪一位呢最实意呢？看来我们就见不到这个本尊，也没有人呢带我们的这个向本尊的请示，所以呢只能就靠缘分吧，说不好听一点就瞎碰吧，瞎碰吧。这个菩萨回答说，最适合的人选莫过于人大法了，但他呢仍然无法断除你的这个疑惑，唯一的办法呢只有依靠乌玛巴喇嘛呢来传达，由我亲自教导你最好。就说了人达玛也不错人达玛也不错，那么但是呢他也没办法彻底断掉你的微细的疑惑，还是呢最好呢就是靠这个乌玛巴。乌玛巴呢他自己不行，他只是一个传话筒，他呢来这个给我传话，我亲自教导你。说这个但是呢这个乌玛巴呢不久之后呢要返回西康，所以你暂时呢不要呢讲授佛法，先找个清净地方呢专心修行，这个时候呢自然会明白。意思呢遇到好的机缘千万不要放过，否则的话呢乌玛巴呢回西康了没人给你传话，我也随着乌玛巴呢走了。所以你现在呢先呢不要呢就是说讲经说法这些呢都放下，找个清净地方呢专修然后呢乌玛巴有什么问题呢乌玛巴呢来转述。大师呢接着问，月城论师所解释的龙树菩萨中观论义是不是一点错误都没有？文殊菩萨说，月城是上方世界中最有慧力的大菩萨，他为了光显龙树正宗特地到这个世界来受生，因此他所解释的龙树中观正义不论是显是密完全没有错误，你必须消除一念决定信受所以呢我们大家要想明白大中观，想了知们龙树菩萨的意趣和般若经的意趣呢，最殊胜的清净的重点呢月城菩萨的中观论。那么看到这些呢我们就感觉呢很高兴很欢喜文殊菩萨呢说要好好学这个，我们已经学了哦，文殊菩萨此时呢喇嘛乌玛巴呢也请问菩萨说，宗大师的年纪还小，智慧呢又超群，现在如果专门呢从事呢讲授经论，必定能发扬正法，如果他呢骤然呢舍事专修，别人一定会责怪我的，说呢就因为呢跟他接触再不讲经说法了，所以呢请菩萨还是让他继续弘法为好，为自己考虑啊。结果呢得到的呢是批评加持。菩萨回答说，以哪一种方式可以主持正法利益众生，并不是你所能了解的不要跟我犟嘴如果别人因此事呢诽谤你，你就应当呢修忍辱说他就指宗大师，他不久之后呢将会遭受生命的磨害，如果此时呢不专修对治法，寿命恐怕不长，他的生命如果这样匆匆消失，就无从建立善教真实利益众生，所以他目前的第一要务呢是舍事专修，这是唯一最好的办法。看看连喇嘛乌玛巴这么了不起的呢，面对这些抉择的事情呢，如果按照他抉择的呢，那也许很可惜，宗大师暂时讲了几部经论，但是呢有可能呢就会呢有受障，因此呢离开人间，那这是佛教最大的损失了最大的损失。所以这个在修密宗呢，他就或者依靠这个具有正量的上师，真正具有观察能力的这个上师，或者呢他就要这个祈祷本尊和护法就过去呢其实是一样的，过去呢修行人呢就说，经常呢菩萨冥冥之中呢加倍我，冥冥之中呢点化我，这个时候呢有遇到有些事情呢，你祈祷了菩萨，或者在梦中或者白天呢，自然心里就明白该怎么做
啊，所以这一点呢是这个很重要。那么曾大师听了本尊的教诫呢，就决意翻修密法，舍事呢进修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文殊啊、曾大师呢自己祈祷文殊菩萨，现见文殊菩萨，得到加持，升起凤冠正见。那么在曾大师36岁啊、也就是说啊、壬申年的秋天，公元呢是1392年，对，曾大师36岁的时候，那么大师和这个喇嘛乌玛巴呢同往大拉萨大昭寺朝礼释迦牟尼佛的啊这个等身像，12岁等身像，并且陈设供养，发广大愿，祈求正法永久住世，众生悉皆安住于清净佛刹中。大师呢和喇嘛乌巴啊乌玛巴呢发了清净愿之后，又同往噶瓦敦寺啊。所以你们到这些圣地呢是为了发愿去啊，不是为了拍照去啊，这一定要清楚。那么就真的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啊、跟别人对比的时候，你就感觉一指善知识真好。就我们一指过善知识，尤其善知识带着你去朝过山拜过佛啊，怎么去弄的你就清楚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好像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本事一样的啊，一到这个神山呀、圣地呀、佛像面前、经书面前、加持面前呢啊，首先呢礼拜呀，然后供养呀，开始呢啊这个啊供养之后呢就开始发愿，最后呢回向，哎，求个加持就走了，就感觉这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好像天生下来的一个本事。但是呢当你看到别人不懂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些人呢你看呢来这呢就是呢要什么到殿堂里面呢还吵吵嚷嚷的大声喧哗，然后一点规矩都不懂，进了大殿呢还戴帽子啊，然后呢什么啊、这个拿着一个破雨伞呢就到这个啊、这个殿堂里面，鞋子呢也不脱，然后呢也不懂得，就是在中间呢啊、这个那叫什么事什么呢啊、咣一声呢磕一个头，再咣一声呢磕一个头，再咣哦完事了。然后呢开始呢就到处呢去啊东游游西转转，找一个地方呢就把这个什么呢啊什么啊豆腐干呀什么呢这个百事可乐呀这些摆出来，你就开始呢吃呀喝呀，就啊这样的就，但是就这些呢就是朝个山拜个佛的这些这个啊也是呢善知识教我们的，不是我们先天就会的，别说圣僧的这些了，嗯。那么这个时候呢，两位大德呢，虽然分别设立密坛修持，但是呢，饮食起居的时候呢，他们就聚在一块，啊，聚在一块，啊，因为呢，宗大师见不到文殊菩萨，必须呢依靠这个乌玛巴，啊，所以呢，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坐间，坐间，啊，那么。住呢是住在一块，吃是吃在一块，但修法的时候各自到各自的密堂去。因此呢大师经常请喇嘛乌玛巴呢向这个本宗呢请教呢许多圣僧疑难的法义，并听闻本宗所说的无量妙法。这样经过了好多次，有一次呢大师呢就自己想，我每次都麻烦这个喇嘛乌玛巴，这样不管是对他还是对我来讲，实在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今后我应该自己请求本宗现身，直接请问法义呢才好。大师想完了之后呢，立刻殷勤祈请，精进修持。这样经过了没有多少天，忽然呢，有一天在坛城的中央，所以一定要供坛城。坛城就是，就是设一个佛台吧，啊，设一个佛台，佛像啊这些呢，佛像、经书、佛塔这三宝所依供上了，然后呢摆上供品。这就叫坛城了啊，最简单的坛城。在坛城的中央有一座曼陀罗，宝蓝的色彩鲜美极了。曼陀罗的质地光明净洁，犹如透明的琉璃。曼陀罗上方有红、白、黄、蓝、绿五色的霞光，中间有红黄文殊菩萨结跏趺坐，相好庄严。非人类所能想象的，非常非常的庄严。
啊，就见了。大师见到如此稀有的景象，不禁心生欢喜，赶快跑来呢，告诉喇嘛布玛巴。所以呢，看看显现上宗大师这样文殊菩萨化身的，见到本尊呢，依然呢是啊欢啊这个欢喜雀跃的，欢欣鼓舞的。然后呢，这个五马八呢就笑着说：“你大概见到本尊了吧？”啊，大概。从那之后呢，大师每一次想见本尊的时候，只要恳切祈祷，须臾之间呢，本菩萨们立刻现身。这是宗大师说的。那么有一次呢，文殊菩萨呢，请这个喇嘛乌玛巴呢传述，亲自替大师呢传这个大威德金刚等多种灌顶。这个时候就可以呢，从本宗面前呢求灌顶。所以呢，像这些大成就者，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想求这个本宗的灌顶，那么现在呢，前代的祖师呢没有这个灌顶。续部中也没有呢，那么有些大师呢，他就自己在本尊面前呢求这个灌顶，然后本尊是怎么给他灌顶的，他就把这个本尊灌顶的给他灌顶的这个仪轨呢接济下来啊。那么这个就是有很近的这个加持。那么得了这样的大德的这个本尊灌顶呢，那么就通过灌顶呢，把本尊和这个弟子通过金刚上师的距离呢一下拉近了，一下拉近了。那么这个弟子在修这个本尊，和一个显宗的人呢去称念这个菩萨名号，那有太大的差别。我们一定的相信一句话呢，你要想获得成就，必须要跟这位本尊呢有大因缘，有大因缘。啊，普贤大师怎么讲的？缘之所在，恩德宏生。这句话一定要记住，啊，我已经呢多次说过了，啊，讲这个金刚瑜伽母、金刚亥母的时候，这个净眉本座就念啊，这个啊大德，为什么这个金刚亥母、金刚瑜伽母一直追随着他呢？啊，一直追随着他。以及呢，像这个喇嘛乌玛巴也是这样的。那我这次呢也讲这个文殊礼赞呢，开篇我就说了，就是我们现在靠自己的力量想了生脱死，感觉呢还是比较渺茫，力量呢还是很薄弱的，负面的力量很大。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仰仗呢这些不可思议的佛菩萨，不可思议的佛菩萨的力量，一定要跟他们结下呢甚深的缘啊，深深的。所以这一次呢，我就引用了这么多的经典、论典、序部啊，这个祖师大德的传记呢，来这个讲，就是呢，啊，灌顶的时候呢，宗大师亲眼见到菩萨，刹那之间视线了所有灌顶本尊的形象，然后才替他灌顶。啊，宗大师呢，就从本尊那里亲自得到了这个灌顶，所以呢。啊，如此殊胜的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我们呢也依靠呢如此殊胜的文殊礼赞呢去祈祷，那么一定呢会得到文殊师利菩萨的加持。那么在这个文殊礼赞中呢，那么文殊菩萨的圣号有，就会有称颂文殊菩萨、听闻文殊菩萨圣号的功德，刚才已经讲了。那么又有文殊菩萨生与义的功德、自利利他的功德、断证的功德、三身的功德。这个礼赞文呢，我再讲第一遍，我这次讲了两遍文殊礼赞啊，其中呢，这个一堂课就讲了一遍的。那个时候就讲到张家国师就讲这个文殊礼赞的所权益极为深广，极为深广。极为深广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呢，已经呢深入细致的学习和了解了文殊菩萨，然后呢带着信心去祈祷，那么一定会得到加持，一定会被文殊菩萨摄受，一定会跟文殊菩萨缔结因缘，啊，缔结因缘。那么这个信心好的精进的人呢，那么就会有很明显的呢
得到文殊菩萨的这个加倍，除我心爱，就心里呢不会那么这个暧昧了，感觉呢亮堂起来了，头脑清醒起来。无论你晚上熬夜熬到几点，第二天醒来呢，哎，头脑呢还很清醒的。然后呢，记忆什么呢？思路很记得很这个牢。然后呢，这个思维什么呢？思路很清晰。思路很清晰，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个脑子呢，这个就跟一团乱麻一样，脑子就跟浆糊一样的，就跟一锅粥一样，就很乱。但是呢，当你有了智慧的话呢，哎，一条一条的，一条一条的就说话呢，以前呢就不会说个啊，第一条是什么？因为你说了第一条，下面呢你不知道第二条说什么，不如呢留在一块呢，就反正呢我们往下讲了啊。你们要跟着我的思路啊，啊，我们层层推进，然后到底是层层，第一层是什么，第二层是什么，根本他自己也不清楚。当然你得了文殊菩萨加倍的时候呢，哦，我们今天这个讲这个问题，从十层来讲，第一层是什么，第二层是什么，先来呢把名称列举出来，然后呢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具体什么，呱呱呱呱呱讲啊，然后呢就说第一条呢再分出呢十条，十条中的第一条又空出十条，这样呢就说是呢大海波浪式的。最后讲完呢说我们啊对于啊这一点呢做个总结，好，再回到，然后呢再回到呢这个上一节课盘呢再讲再讲，最后呢回归到了这个摩课盘，哦，终于把第一点讲完了，第一层，然后呢我们现在呢进入第二层啊讲，要这样呢头脑很清晰的，然后再。这是这个在理解法义的时候呢，就有了智慧，就好像呢这个文字是都是一样的文字，但你好像一下呢透过这个文字呢，把里面的这个文字就好像是牛奶一样的，你有了智慧呢，你好像一下呢就说从牛奶里面呢就把这个素油给提取出来了，不管你说多少啊，它的核心的意思不离开这个啊，不离开这个。那么确实呢，你这样去理解了，谁来说呢？确实你理解的很到位。然后呢，在观修的时候呢，就一意念这个法义呢，就这个法义能够在内心中显现。法义在内心中显现，这些呢都是智慧，啊，都是智慧，啊，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祈祷这个啊文殊师利菩萨啊。啊，这一次讲了跟文殊菩萨的这个缘分就结讲了，以后呢就念文殊菩萨这些仪规呀，对你们潮山呢还有个真实明经要带上，真实明经呢其实是属于密宗的这个序部啊，密宗，但是呢就我们这个佛法一到汉地呢全部都公开啊，全部都公开，其实在藏地这是一个叫文殊幻化网序啊，是严格来讲是得受过灌顶的人呢才能够读诵的。那我们到这个汉地呢就开始呢，大家呢就开始呢啊文殊真实明经啊，什么什么什么我敬你，什么什么我敬那里有啊文殊真实明经啊，到那里呢要念诵。我这两天在有的时候在想，就过去有古清凉传啊，有这个广清凉传，还有续清凉传。不过你们在座的有些这个特别精进的记忆好的一些时候呢，发发心，就是把有些呢就过去的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太繁琐的太或者呢不能够引动我们现在人心的这些呢去掉，然后呢能够呢就是说把一些特别殊胜的一些圣迹，特别殊胜的一些这个加持的地方啊，以及呢在这个地方呢修什么法的呢，哎，这个从这个清凉传里面呢，你能够有些地方是要送华严经的，我们没时间送华严经呢，至少华严三品呀、啊、或者呢分愿品呢你去送一遍。像这个到这个金刚窟，金刚窟啊，金刚窟那个地方呢下面有个般若寺，那是一位无着大师，无着大师啊，见文殊菩萨，过去有个般若寺，这个般若寺呢就是他见文殊菩萨的时候呢，这个取名呢叫做般若寺。后来呢有这个大德呢又在这个地方呢见到文殊菩萨呢，哎，在这里面呢就是有佛塔呀，有经书呀，那么其中经书呢就有般若经啊、般若金刚经啊，所以呢我今天这两天看到这个就在这个
如果这个般若寺没有的话，就在金刚窟这个地方呢，诵这个金刚经诵金刚经，在这个地方，它有个般若寺开智慧开这个，还有呢，这个地方呢，应当呢，这个佛陀波利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呢见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让他回去取这个佛顶宗盛陀罗尼经，应当在这个地方呢诵诵呢佛顶宗盛陀罗尼经，在这个金刚洞这个地方，金刚窟这个地方，还有对于学大圆满的呢，这个大圆满的这个祖师班钦布玛木扎宗者的魂身呢，就在这个金刚窟里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无垢光尊者的这个四心地，其中上师心地呢是布玛木扎宗者的这个传承的法布玛木扎宗者的因为我们现在还专门有个布玛心地但是呢现在好像没有汉译版，那么大家在那个地方呢去修上师心地里面相关的这些这个法，这个上师心地里面的他的上师瑜伽对，他的上师瑜伽应当是布玛木扎宗者的这个上师瑜伽，所以呢这个我就在想，如果有时间呢把这些都弄出来加上了法王如意宝曾经呢朝这个五台山，他的这个顺序是先朝哪个地方朝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修什么法的，这个就对大家呢就是一个指导。就五台山的这些寺庙呢，就是说绝大多数全部是文殊菩萨加持，或者现果身，或者摄受突然呢出现了一座寺庙等等，后来的大德和出家人呢就说是这个修的，有些呢是文殊菩萨，就像昨天这个牛云法师，那么他是文殊菩萨给他预言了受记了，你以后呢在什么什么地方，那么他去呢在那个地方呢就是修的这个寺庙在这个清凉传中，就这个需要你细致看你才能够看到这些功德，它是加在这些传记祖师大德的这个故事中的。那其中呢就说是说到了，就说在这个叫什么呢到这个五台山任何一个地方，五台山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的脚踩在那个地方了，你走到五台山，当来必定得紫磨真经声，当来必定得紫磨真经声，而且呢这个罪业消除，所以呢无论是僧也好俗也好，加上呢就说到五台山一定会见到文殊菩萨，至于是什么样的形象呢，这个我们不知道，一定能见到，其他的圣地呢没有这样的说法再说一句曾经呢这个维大师呢他写了一首诗，诗中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愿意呢就做这个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迦陵频伽鸟，就是呢来歌扬赞叹呢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诸佛的功德而且呢一直永远的赞叹下去我这两天就很想就很欢喜一想呢就是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些功德呢内心很欢喜，然后呢就心里想这个在有生之年呢尽自己的力量去宣扬赞叹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这两天是主要是发愿呢是称扬赞叹了文殊师利菩萨的功德，而且呢想尽一切办法呢就是煽动这个人拉拢人呢到这个五台山给这个文殊菩萨呢拉客去真的是这样，因为看到了太殊胜了，众生解脱呢太难了，只有靠菩萨，只要一踏进五台山呢就被文殊菩萨摄受了，这个人就像上钩了一样的，你迟早你呢是逃不掉的，文殊菩萨一定会把你从生死海中捞出来的，那这样的话呢你真的就是呢大家发愿呢去当这个导游，把这个五台山的这各大名胜然后呢这些弄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呢去这个去赞叹，然后组织一批又一批的人呢到那就去旅游去这样呢就是可以，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建个寺庙整天呢给别人讲了半天呢最后都生起烦恼来了，然后呢就是弄得不欢而散，不如呢就说都介绍到文殊菩萨那里让文殊菩萨去受持去
我也这个希望呢，大家呢听了这些功德呢，这个佛菩萨呢不是哪一个人的这个专利的本尊，是我们所有人的皈依经的。我们都是这个蒙恩者、受恩者，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都有责任、都应当知恩报恩呢，去这个以各种自己的这个语言、自己的表达方式、自己的形式呢，去宣扬赞叹这个诸佛菩萨的功德，这是作为一个佛弟子的一个本分，也是呢十大愿望之一的，知道吧？所以呢，我认为呢，你们也是一样的，要这个不要整天呢，光眼睛闭起来呢，这个压制自己的分别念不起，你不起妄念，如果还是在念头上呢，不如呢，你去圆佛菩萨起个善念。大家，我再说一遍，你不起这个妄念，比如说贪嗔痴呀、散乱等等这些念头，但你还是一个妄念，也就是说没有人我的空性智慧，也没有法我空性智慧，还是一个念头，甚至是无记的一个念头啊，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一种啊，只是呢心里面有一种觉知的这种呢，就是不如呢你就是呢起念头去圆佛、圆法、圆僧，圆佛，尤其呢圆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等这些呢具有不可思议慈悲愿力的这些大菩萨，尤其呢我们真的这个中国人是很有福报的。现在呢，我们不仅仅世间法呢，我们没有这个民族自尊心，没有自豪感啊，然后呢就说是整天呢都是弯腰驼背的感觉呢，这个我们自己不行。同样学佛法的呢，也是没有自尊心，没有自豪感。其实呢，真的现在呢，在整个全世界呢，大乘佛法呢就在这个中国，而且呢，四大菩萨呢都住在中国。然后呢，鸡足山又被认定呢是迦叶尊者的道场，按照华严经或者法王如意宝这个认定呢，又是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道场。那么这样的这个这么多的这个殊胜的圣地，我们应当呢要好好的呢利用发挥。我曾经呢在讲经的时候说，佛菩萨不怕我们利用，不怕我们利用，我们要好好的利用啊，利用它呢成就我们自利，成就了这个利他的。我们现在呢，你比如说你给别人做金忏，你不是拿着佛菩萨的名号在那里为你受供养吗？啊，念个35佛、88佛啊，念完了，全部是念的佛的这些名号呢。哦，人家给你供养了300块钱，你不是拿佛菩萨名号来赚钱的，但佛菩萨甘心情愿的让你这个赚，心咒呀、大悲咒呀等等这些，但是我们要好好的使用呢。啊，所以呢，我们真的生命很短暂，这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你自私自利也就是一天一天的就过去了，到现在呢还是个一事无成，不如呢发慈悲心。就像呢藕益大师做这个三宝的这个嘉陵频切，做三宝的孔雀鹦鹉舍利嘉陵频切，做三宝的宣传员啊，为这些诸大菩萨呢这个拉客啊，拉一个呢就说最好呢是让他们有出离心、有菩提心啊，到那里对这个各大菩萨有皈依心呢，这样的最好，没有的话呢，连哄带骗的弄过去，只要踏上那片地方，尤其这个五台山啊，这是呢无可争议的，诸多经中受记的，啊，很多祖师大德们一直认定的这个地方。好，就今天讲到这里啊。此佛已得一切智，此佛已得一切智，摧毁一切烦恼敌，摧毁一切烦恼敌。生老病死忧波涛，生老病死忧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愿度有海诸有情。